52集，啊，临孤必寡。53集，弃法受慧。啊，世间最苦的人呢，莫过于孤寡。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人要特别怜悯，特别的照顾。佛法里面的福田，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必须要想到，我在过去曾经遭过这个灾难，我们在未来这样灾难困境必定还是很多，只要不出六道轮回，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怎么晓得？我们从因果上去看呢、啊。《了凡四训》，诸位念得很熟啊，所以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谁定的？我们自己造作业因注定的，所以这个非常公平啊，不是上帝定的，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定的，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啊，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过去一定造作这些业因，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佛法，能够受到一些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对于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帮助他，要救度他，要照顾他了，怎么可以欺负他？怎么可以逼迫他？欺负逼迫这一些人，那个罪孽了，比欺负普通人要加很多倍呀！果报不堪设想。
昨天我们去访问基督教，参观基督教所办的这些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老人院，他们照顾一些乐年的老人，照顾孤儿，这个功德很大了。在佛法里面说，如果着相，这一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如果立相修善，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无量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一个是着相修，一个是立相修，差别在此地，四相上没有差别，用心不一样啊。那么在世上做的，他们经验很丰富，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人家去参访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昨天他们教会会读，这是教会地位最高的啊，会读下面他们有会长，有这个牧师啊，他的组织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给李居士的一番谈话很重要啊，所以我昨天的时候四面看没有人把它录下来啊，这是我们访问的中心，是我们学习的课程。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听啊，初学的同学可以放给他们看，非常好的教材。这就说明我们学佛的人呢，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啊，到那里就看看就算了啊，不知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参观都是去上课，都是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我们才有进步啊。佛教给我们精进，精进从哪里来的？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于生善之时，这一问一答，记录下来都是经典。我们昨天去参访，一问一答，没人记下来。现在，借重科技，不需要记了。我们把录下来，音声也录下来，现象也录下来，
最好的教材了。我们不知道就采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吸取的几十年的经验。古人有所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所以这样宝贵的资料，我们不知道收集。我们还常常要发心，要普度众生，拿什么去度众生？我们用古人的原理原则，用现行的方法手段，这样集合，切机切理。古时候那些方法现在不适用。那些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切理。现代人做事的方法手段，我们学会了切机，这是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同学。不仅是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会学的人，像善财童子，一切事、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教材，都是菩萨学处。他们这里面，基督教不是像我们说同参联友，他不是，他们是讲兄弟姊妹，就跟我们讲同参同学一个意思。给我也谈了很多啊。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你们对于老人的照顾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们看了很感动，很敬佩，但是宗教家所做的事业不能仅仅限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不够啊。世间慈善事业做到这里可以了，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他们天主教在这个基督教升天堂，你要不能帮助这些老人升天堂，你就失职了，对不起上帝。所以我提醒他了，对于老人呢，要特别留意机会教育。我们在人家那个地方一定要顺从他们。我们不能叫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不可以的。
这是破坏人家道场，啊，道不傍道，行家赞叹，啊，决定没有回报。你们要求生天堂啊，要帮助那些人，个个都要生天堂。啊，一定要对老人呢。做机会教育，劝导他们，啊，引导他们呢，升起信心，增长信心，啊，为老人开示，时间要短，一句废话都没有，啊，他问我，我告诉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一天当中呢，至少做3次到5次的开始，啊，一次不要超过10分钟，他听得很欢喜。讲长了，他显得啰嗦，啊，他的精神也不够用。5分钟到10分钟最理想啊。啊，帮助老人运动。我们昨天看到了，啊，让老人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我们要替他选呢，啊，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啊。啊，像上一次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院，啊，他们的院长非常谦虚，啊，来问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啊，天主教的确不错，有爱心，精神生活缺乏。他说我们也有啊，啊，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学生呢，年轻人在这里唱唱歌，带领他们，他说他们不喜欢听啊。我说我也不喜欢听啊，现在年轻人唱的跳的是噪音呐，我说你一定要懂得啊，这个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啊，你要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他们就欢喜了，他们会怀念啊，不能用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啊，老年人绝对不能接受啊，所以一定要想到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娱乐，啊，我们自己不懂啊，问问他嘛，请教请教，你们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他会告诉你。你依照他们喜欢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来帮助他们，他就欢喜了。啊，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啊，所以你做的那个不单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听到见到痛苦啊！他们这是明白了。我说你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他们的这里潮州人很多嘛，这个他喜欢看啊，所以决定不能搞现代西洋这些东西，啊，这对老人格格不入，啊，所以我昨天到那时候，我说我们的《济公传》忘了带去，啊，他会很受欢迎的，啊，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啊，所以处处看，细心去观察，
去学习。昨天李居士也透露了一个消息，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你看看昨天人家问我们，这个各个宗教啊，这些慈善福利事业，照顾老人，照顾病苦，照顾孤儿，很多啊。他问你们佛教有没有做？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答复？李居士说得好啊，事实啊，我们佛教每一个寺院都是养老院，每一个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比你们做的还要殊胜。我们的老人在寺院里自由的，到居士林去看，确实如此。你看每一天那么多老人到那边，他们聊天，他们在那里做义工，在那里洗菜，生活得非常快乐，供给那么多人吃饭，修复啊，厨房里做义工修复啊，祖师也不例外呀。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八个月，在对方舂米破柴，那也是干这个粗活。祖师啊，你们看到传记里面记载的啊，天台山国清寺寒山拾得，厨房里打杂了。风干和尚干的活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舂米、推磨。到以后人家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佛菩萨在厨房里修福供给大众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愿意做。佛菩萨做啊，所以我们照顾老人跟他们照顾老人方法不一样啊，一面捡菜，一面念阿弥陀佛啊，这念完他阿弥陀佛不要求多念珠啊。接一片菜阿弥陀佛啊，洗个菜阿弥陀佛，你看看是不一样啊。现在我昨天晚上去看我们这个居士林一楼也装上电视了，那电视里有讲经啊，听经念佛工作都在一起啊，还有这些老同参们天天在一块聊天，比起他们那个办的老人福利事业，我们地区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也是欢迎他们来访问，来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生活。所以昨天我就想到，我给会长讲啊，我要把我们这一片老人生活状况、小朋友生活的状况啊，现在更新员小朋友生活状况，都要特别做一个观点啊，送给其他各个宗教去看呢。他们平常跟我们不接触、不来往，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只是在凭空想象。大概都是烧香拜拜，
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容啊。我们去访问他，我们看到他们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呢。啊，互相的交流，互相的观摩。啊，对于鳏寡孤独，要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照顾。不但要照顾他，还要教导他。啊，如跟佛教导我们，儒家是说出来了：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明显的教出来了，佛教了没有？佛教也是如此。啊，散在许许多多经论之中啊。啊，佛家最殊胜、最伟大的理念。是一切众生同一体，这个理念伟大。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一个自信，一个法身。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认知，就不是真正学佛。真正学佛，华严经上有条件的，甚至于你还有一个妄想，这个佛殊胜，那个佛差一点，这个佛大，那个佛小，你是凡夫，你永远不会有，你的雾门都散了，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法是平等法，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晓得，方便说，诸佛如来平等的。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鼓励我们依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不亲近阿弥陀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断惑证真，这个事情难了。啊，恐怕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是诸佛如来不得已的苦心苦语，大慈大悲，我们要懂得。啊，所以往生是不难，提高品位可不容易。啊，你有正确的认知，啊，知道佛法是平等法，对于提高品位就容易了。啊，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品位没有办法向上提升。诸位同学大家好，请
看《感应篇》第53节，这一节呢也只有一句啊，“弃法受乐”。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从这一句开始到见煞加怒啊，都是形式上讲的啊，这个法官判案啊，从刑法上说，可是不守法接受贿赂，现在已经不只是这些办案的法官啊，他也说得很好，凡是衙役书吏也在其中啊，而不是专职刑官。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甚至于社会大众啊也以为这是正常的啊，不足以为奇了。所谓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事虽然如此，所谓聪明人会钻法律的漏洞啊，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法律是为什么人制的？为好人受罚的人制的。啊，甚至于说是为这个愚人笨人制的，殊不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凡是故意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使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在英国里面说，这种心态、行为，天怒人怨，眼前虽然得一点小利，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啊，虽然这些事情在科学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啊，
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以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来，成果也相当卓著啊！多少人看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信。虽然如是啊，一些作奸犯科之徒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重了，没有想到啊，来日的果报啊，这是一个所谓麻木不仁。我们要求，我们要明了，世尊说法所谓的三转法轮，也就是说用三种不同方式来教诫众生。第一个叫示转，指示你，提示你，上根立志之人啊，佛一提示他就明白，就通达了啊，就觉悟了。根性次一等的人还不能救啊，佛用明显劝导的方法啊，像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教主当机者的名字啊，叫着名字跟你讲，这是劝转。聪明人不必啊，不必叫名字。佛说话或者是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啊，这一次我们在吉隆坡做了两场讲经。啊，头一天我去看现场。我在那个台上一坐，啊，灯光照射的，那个灯太热了，啊，两小时照下来非常辛苦啊，啊，我在那里还叫着吴弘寺，啊，我说看灯光怎么样，提示他，很好，很好。我为什么不提别的呢？实在受不了才说的。问你怎么样啊？你一上台在那边坐一下，你就晓得，你就感受啊。啊，太热了。啊，那么这个是，一提示，立刻就要知道。啊，就要晓得。啊，人家好不容易那么高的地方，装这个灯，很辛苦啊。啊，所以阴暗示就应该懂得。啊，第三种教学方法呢，就是坐正。啊，怎么坐正呢？那像那个光线，我再讲两个小时，人昏倒下去了。哦，大家才晓得，哦，这个灯太热了，是不是啊？啊，第二天就不能讲了。这坐正呢，给你做证明啊。啊，现在这个世间呢，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做正转的事迹，我们看到种种感应啊，那是做正转的。这一次弘法时间虽然短，只有两天，也有许许多多的瑞相，很多人看见，跟他告诉说放生，看到阿弥陀佛。啊，这个请法见到佛光，啊，许许多多瑞相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尤其最殊胜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同修往生的瑞相。啊，如果大家在冷静仔细观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现在报得很快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听到了，见到了，要回头啊！回头是岸的，人生很短，啊，昨天南京那边给我打个电话，啊，南京一中有两位校长要到我们这来访问，啊，星期六到达。其中有一位关校长跟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学校里不但同班，我们两个人同坐一个桌子，那一张桌子两个学生坐嘛。那个时候十几岁呀，现在都七十多岁。想到当年就像在昨天一样啊，你说人生有什么意思啊？人生苦短啊，所以他来正好31号晚上到，恐怕他也不能听我讲经啊，第二天星期天我招待他一天，星期一我就要到香港去了。很好，叫他到念佛堂去念佛，他哪有这种机会呀？啊，到我们这个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到那去念佛去，终于在山根啊，这个新加坡没有白来啊，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业必定有恶报啊，果报太快了，太明显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做好事也要守，不能说做好事我就可以违法了。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得已，而且呢是高度智慧啊。我们要没有智慧，也学菩萨全巧方便，往往后面惹了大祸啊。所以欲速则不达了。真正有高度智慧，通权达变啊，他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如何能够化解啊，他都很清楚很明白。你问题来了之后手忙脚乱啊，没有能力化解，这是决定错误。一般同学们
听说这个事情呢，功德大了，赶快去做啊！急功好利，心不清净啊！这种好事，说老实话，不如无私。为什么呢？这种的好事修福，果报是人天有漏福报啊！你一定会得这个福报的。得福报之后，你想想看，你能不造业吗？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啊。今生他们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造的是什么业？希特勒前生大善啊，所以才能做国王啊，才能杀几千万人呢，不要偿命啊！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啊，他杀几千万人不要偿命，你说多大的福报啊！富贵人家天天吃众生肉，吃了将来要还债的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吃他半斤，来生要还他八两，你说怎么得了？还不如贫穷人家粗茶淡饭，少造业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透彻。所以佛教我们修善，上面有一句话，你漏掉了。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利一切相，修一切善啊，这就对了。这个是菩萨行啊，菩萨的事业，立相修善啊。唐朝时候，庞云居士啊，表演给我们看。他那个就是教诫世间人急功好利这一类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做好事呢？祈求果报。为求得好果报，就多行善事啊，断恶修善呐。那么佛用这个方法来劝大家，是劝世俗人还没有念头脱离轮回的。所以是下下根人呐、啊，眼光短浅了、啊，没有想到脱离轮回。佛教给你这个方法，中上根性，佛一定劝导他。应当觉悟，应当要超越六道，永脱轮回。这是佛的真实慈悲也。庞严居士表演给我们看。他表演的什么呢？好事不如无事。他家里头也相当富有啊，
他学佛开悟了，真正明白了，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大船上，船划到江中中心，长江中心呢，把那个船砸沉，全部沉到江底了，他什么也没有了。别人看到了，问他了，这庞居士啊，你这些家产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救济别人啊？他这里有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是真正的好事。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李炳南老居士说得好，社会上好人太多了。那我们听得不懂啊，好人多了不是好事，那太好了。他后头加了一句话，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把那个好事的上面画一个圈，画个圈是那破音字，好人是什么？好事啊，每个人都好事，都抢着就是做好事，麻烦大了。真正的好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永远保持心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慈悲心，你做的事样样都是好事。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这个不慈悲呀，怎么说呢？喜欢你的人就慈悲，不喜欢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这个慈悲不是真的，这个慈悲不平等呢，不清净这个佛家讲，这是爱缘慈悲呀。这样做的好事不是真正的好事。我们要懂得佛的真实意义。开经偈上天天念愿解如来真实意。懂得真实意。我们才是佛的好学生，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佛的教诲，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不是出于佛的意思，如果是出于他的意思，我们跟着他走，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不算好汉。那佛也欺负人啊。佛所有的教诲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真心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呢，诸位要知道，真心都是相同的，妄心就不相同了。本性是一样的，习性就不一样了。所以佛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教诲，我们顺从佛的教诲，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本性。
因此我们对于佛法才心服口服啊。原来世尊教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所以经论当中也常常赞叹佛菩萨叫无依大人，依是依靠啊，真信没有依靠，妄心妄识有依靠，他要依靠真心，依靠真心，离开了真心，真心决定不可能有妄心妄识啊，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没有依靠啊，没有依靠的是真正自己，有依靠就错了啊。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一真法界没有依靠，十法界有依靠，六道有依靠啊，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一想啊，然后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断恶修善，怎样破迷开悟啊，多少啊自己会有一个概念呢啊，常常读经，常常看古大德的著书啊，注解，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够与经中教诲相应，就是与真心自信相应啊，这个才是真实功德，不至于误会，不至于走错路。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这一段啊。